好，我们有请出场上裁判，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张成明裁判。The referee is Mr. Zhang Chengming. He's from Beijing Sports University. He's national referee. 好，比赛开始。选手啊，是西欧排名第一，巴士排名第一，降级打77，就是为了争这头金腰带。嗯，红方选手是老牌的战力冠军。嗯，这个红小选手真的感觉他非常的粗壮啊，你看，对，这个肌肉线条啊非常的硬朗。而如果短时间降重，从84公斤级降到77公斤级，我们担心，咱们这个来自科特迪瓦的野兽科恩的体能的问题，包括他的抗击打能力的问题。这两个选手体重都降了不少啊，而且他们真的是要防好对方的每一招每一式，因为他们都有杀招，都可以一击制胜。哎，看看科恩，哦，哎，现在好像奥利现在为什么不出拳了呢？奥利在寻找机会，希望用重拳来击打对方。奥利现在抱架抱得非常的紧，他不出拳。奥利大摆拳，希尔科恩的刺拳。有一拳能给他拳到比较薄，如果被搂上一拳，有可能就会被 KO。是的，目前双方呢还在拼战力。好，双方是转到了地面，现在是奥利·劳森是占据了上位的位置。由于全能有20秒的这个时间限制啊，所以最好是控制以后进行打击。对，而奥利·劳森他这个红脚的这边的教练也是跟他说让他用肘啊。我们的解说席呢就在红脚这个教练席的旁边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听到他们这个教练布置的战术的指导。啊，连续的几拳。我们能现场能看到勾拳打上去的声音，顶膝转身扫踢，双方运动员确实啊比赛经验比较丰富，嗯，都比较沉稳。对，毕竟这个比赛要打5个回合，哎，每回合5分钟啊，这个真的是能速战速决，就要合理分配自己的体能。对对对对啊，科恩歇赫啊，应该在身高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。高手退阶啊，不能有丝毫的松懈，有一个点点的漏洞啊，有可能被对手抓住。现在双方靠在一起，啊，这个勾拳非常漂亮。应该会 KO 了，哦，这个应该是 KO 了。刚那一勾拳正中这个，正中谢赫科恩，我们太激动了啊，非常的漂亮，这勾拳打得非常分明，非常的漂亮啊。哦，现在奥利非常的激动，刚才那记勾拳正中野兽谢赫科恩，我看谢赫科恩到现在还在晃晃悠悠的。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！开始呢，野兽的 Beast 谢赫科恩一顿的狂轰滥炸，但是来自丹麦的选手 Oli 顶住了对方的猛攻，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比赛真的是，转眼间
那里的雪面。掌声送给他好吗，朋友们？拿出我们的热情。Congratulations to Olli Larsen from Denmark.全部送给他。